各位同仁请就坐，我们开会。向大会报告，今天上午继续市政总质询，我们请黄明泰议员质询，时间50分钟。哎，主席，市长、副市长、秘书长、各位局处首长，还有我们现场的媒体朋友，还有我们电视机前关心我们高雄市政的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好。我想嘛今仔日真欢喜的，当甲麦市长来做这个市政总质询我想过去阮是反对党，可以很随意的挥洒我们的想法但是现在我们变成执政党的议员说实在，那青菜公公的，人讲阮的护航若要认真讲搁得是咱在座遮的局处长所以讲我等下若有得是的所在请大家卖甲见怪首先最近安尼沸沸扬扬为着咱美国的来猪要进口来台湾。包括伫中央，包括伫咱高雄市议会，讲实在耽误足济，咱真正问政甲施政的时间从来我没有对这个议题表达过看法但是今天是我第一次针对这个事情，表达一下我的看法因为最近真正是太乱了包括咱遮地多地长啊。即个地基、地心拢变作道具原底是好食的物件，即卖变作一个污染环境的物件我相信大家拢有目睭会看到即块啦首先，我要请问咱市长针对这个莱猪，你有没有鼓励我们高雄市民来吃这个美国进口的猪肉？咱市长回答一下，好无？市长，请答复。议长，谢谢黄议员指教。我鼓励多吃台湾猪。对嘛？对。好，来，你请坐。来，我请问咱农业局，请问咱局长台湾的蔬菜水果有没有在使用农药？局长，请答复。谢议长，谢议员，有，确实是有。有在使用农药吗？正常你请坐。那我请教我们卫生局，我们农药有没有残留在我们的蔬菜水果的上面？那农个那个黄局长，请答复。谢主席，谢议员，咱达达弄验啦哈，每年验的部分大概只有少极少部分五不合格。对嘛？我们就是要检验嘛。那这个农药的残留，我们有一个许可的范围嘛，并不是说因为有农药的残留，我们就不出台湾的蔬果，那如果以同样的标准，咱讲实在，我最近敢那和遐个立委啦，和遮个议员啦，放假我全我都唔敢食猪肉，而且我嘛替美国人烦恼呢。那像我们美国人，唔知死偌济呀？为着食这个猪肉，唔知死偌济呀？我们一个许可的标准，咱台湾是一个自由贸易的国家，咱袂用个干那叫人买咱的物件，咱唔去买人的物件。美国猪肉口感嘛唔好，相对的伊的价格较俗。咱高收入的人无可能去食美猪，一寡较善食的、经济状况较无好的，他多了一个选择的机会。我们也没有叫他强迫他去吃，哪能无人吃？什么人要来进口？所以大家嘛拢无吃，根本自然就无人会进口，所以这个部分为着这个议题，规个中央也几乎拢停摆，规个地方应该好啊问政的，
大家拢无，足侪人拢无要好啊问情，大家拢烦恼伫这来主的顶端。我希望无论伫中央，还是伫地方，这个议题唔好阁吵。我希望市长好好啊，要求咱的局处好好啊，管制这个猪肉。哦，是不是符合咱的标准？哦，好好啊，将标示做清楚，予民众会当好好啊去做选择。市长，咱安尼做会到未？哦，你回答一下好无？市长，请答复。议长，谢谢黄议员指教。我们地方政府要做的事情就是三件事情，哈，一个就是要落实标示，哈。那在分区分国，你买买什么猪肉，清清楚楚，把这个标示好清楚。第二就是溯源管理，哈，这肉为对来，啊，为屠宰场，还是讲为这个养猪场到餐桌，哦，从产地到餐桌这个溯源的管理，我们把它做好。啊，第三就是我们加强查验，哦，我们卫生局跟其他五家的民间的大型的检验机制，哦，我们也都建立了合作的联盟，我们会全力的来加强查验。我们高雄市民的健康，我们要好好的给他顾好，啊，哦，不合格的猪肉绝对袂当入去吧，过来好啊，做好标示，啊，哦，让民众清清楚楚去选择，啊，哦，这个议题我无想要去讲，哈，哦。来，安尼，我第一个问题哈，我要请教咱政法局，哈，曾几何时啊，哈，在十年以前，我因为请一个工厂登记，请十年，请不出来，让我愤而弃商从政，我对咱高雄市政府的政的。诶，迄个行政效率非常的不满，所以我投到议员的选举，就是希望呢，会当改善咱政府，啊，遮过去无好的习惯。我请教咱政法局长，上次小组的时候，我有甲你请教，啊，咱的特登。啊，哦，纳管这个部分，咱的成效，啊，哦，咱请迄，那个咱警察局长，啊，哦，回答一下，看咱即卖总共提出申请的有几件，啊，已经核准的有几件。廖局长，请答复。谢主席，谢议座。那以目前截至到11月8号的资料，那总件数申请的是1789件，那核准的是1016件，目前的特登核准率是57%。这个在台湾的排名，这个核准率在台湾的排名是排第几？目前以六都的资料来说的话，是六都的最末一个。最末嘛，你们惭不惭愧？啊，哦，惭不惭愧？咱市长哈，当然啦，大家就只无外久，咱要讲紧，爱当加紧脚步呗。局长，你敢拿为什么咱申请会这么慢？你知道原因吗？跟议员报告，这个案子我们有跟同仁去了解。那最主要，他其实是在5月的时候申请，那在6月跟7月。啊，你莫遐讲个啦，我甲你讲啊，局长你申请坐啦。哦，咱的警法局，去年进前的警法局，我甲号一个名，叫做妨碍经济发展局。哦，到我今年，我阁甲恁阁加号一个名。叫做超级无敌妨碍经济发展局，哦，过去这么局长，您若要阁继续落，我甲你讲，两年后应该也免选啦，啊，哦，这张公文依据过商号109年4月29日纳管申请书办理，我们什么时候回文？10月30号，足足。6个月过一天，内面只是简单，哦，4个审查意见，这4个审查意见要6个月过一天，
这是什么效率？哦，局长，你敢回答这应该无？是不是应该爱出这四个意见？是不是应该爱顾？你敢回答一下好吗？廖局长，请答复。谢谢议长，谢谢议座。那这个跟同仁去了解哦，其实他们在六月、七月的时候都有用电话去跟业跟申请的代办业者去联系，但的确在整个效率上有非常多值得加强的地方。卖一堆的理由啦，我跟你讲啦，重点啦，拿鸡毛当令箭啦，人家中央这个美意要让我们这些过去哦，因为工业地伤少，所以无法度伫农地去工厂的遮。要就地合法，要辅导改纳管，哦，纳管就是把它纳入管理，啊、哦，中央这些美意全部被高雄市政府糟蹋，我们不好好跟人家配合，你们如何对得起高雄市民？哦，拿鸡毛当令箭，你知道业者？拜托，我不要公布他的名字。只要我公布他的名字，他说他一定请不过。从严审核，从严认定，你是在糟蹋咱的百姓呢？什么叫做经济发展局？叫做超级无敌妨碍经济发展局。啊、哦，我希望过去就过去，恁大家接手无几个月。哦，慢呢，这七百几间到底什么问题？金融一个答复，我最近刚刚接受者的订正案，你敢拿偌济？多如牛毛啦！哦，我甲看，拢总是迄个无应该挑鸡蛋里挑骨头的毛病，都可以解释得过去的。咱就是从严解释，从严认定，就是要爱这业者，大家拢要死就对啊！安尼变啊经济发展，局长你敢回答？咱是不是应该爱用辅导的角度积极去辅导？哦，来，李小红不合格，来，赶紧的，应该安怎做？哦，咱是要甲你纳管，哦，无爱乎你搁做无人管理私底下的地下工厂。哦，市长的口号，紧，你们要紧无？一定要跟议员报告，我也已经跟同仁说明，我们是经济发展局，他们是工业辅导科，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用业者的心情，让了解他们，然后去进行，所以心态上一定要调整。但是咱的公务人员为什么一个政府执政好啊歹？重点是监督这个基层的公务人员有好好啊去从事业业务无啦？有那個真心和诚意无啦，有那個经济效益无啦，有那個效率无啦。咱的行政效率，那出这四项意见，爱六个月，市政府收收起来啦，外包我来做啦。哦，根本哦，咱站在政府的立场，对这百姓，是爱照顾、亲政、爱民，用咱的真正的心。去好好啊，替咱的百姓争取福利，吼、哦！这是我对咱未来咱高雄市政府的要求。咱新的团队就职这三个月，吼、哦！咱讲实在，其实也做袂少，吼、哦！但是我今仔日提出来，就是咱做无好的，咱逐个做好的，我无讲，但是做无好的，我一定要讲，这相关百姓。非常足侪重要的代志，就是因为咱的行政效率。过去干部局无论伫新召啊发召，环保局伫新召啊发召，拢共款，拢关系咱百姓的经济活动，非常的要紧的代志。哦，局长你请坐吼、哦。来，过来，我请问咱环保局吼。哦空污的问题，哈，是咱市长，哈，的施政的重点。但是，我跟你讲，水污比空污较严重，哈。空污很直接，我们可以闻到空气，啊，
但是水污是隐形的杀手，河川的污染啊、我昨昏因为咱的家底啊，这个鱼缸内面常常去用倒废油，铺到规个拢油，家底啊浪费，哦，家底啊鱼花过总干事，找环保局也毋是，找海洋局也毋是，找水利局也毋是。我昨昏怎啊开一个联合的协调会，哈、哦，结果咱所有污染的来源等落来。当然，港区内面有渔船咧出入，也、啊、有咧维修咱的船只，加减啊有一撮废油。但是重要的污染源，就是人用槽车去偷倒。过来就是从各河川、啊、各沟渠排进来我们这个港口里面，啊，鹅啊死了了。只蚵仔龙吼，目屎流目屎滴。过一个中秋节是蚵仔龙上好的收成的时阵，无蚵仔卖。吼、哦，这个代志我带咱的北部的股长去过两抓，昨昏算第三抓，到今没有抓到任何凶手。过来，坐仔车昨昏毛民众讲，看到坐仔车咧偷捞。吴应志讲，直接插落水底，十分钟以内，二十栋的坐仔车，哪有空档车驶来走？伊甲问讲，你咧创啥？险无拍？哦，所以我要证，我就一个证，我一直咧讲，咱的稽查能力不足。咱请局长啊、哦、来回答一下。目前咱北部行政区管十八个。恁的人力一班两个至三个，恁要安那这十八区，啊、哦，的客家工课，啊、哦，这顶的三个人咧管百几万的人口啦，真啊，以警察局来讲啦，是遮咧作案的人遐尼啊多，咱是要安怎，吼、哦，去维护咱的环境？这咱顶的是目睭客客，恁真容易做歹代志，反正我就是安尼尔。咱请局长回答一下，我这两年一直咧要求，咱的稽查能力不足，咱的稽查除了能力以外，能力嘛足大的问题，咱的人员的素质有够无？有迄个能力通去抓遐犯罪者无？咱请局长回答一下好无？张局长，请答复。谢谢局长，谢谢黄议员哈。针对北谷那个稽查能力不足的部分呢，哈。我们最近在北谷有成立，就是特别驻点的四个人两组哈，就是二十四小时，白天到下午一点到晚上二十四点的时间哈，都在这冈山北谷这边一起来做巡查。局长，你认为这样够吗？那另外还有增加三个约聘雇的哈，晚间的，还有一个日间班的。那当然，对于刚刚黄议员所说的潮汐的问题，重点。伫能力的问题，你若能力有够，一间啊一间甲收起来，即污染源一间啊一间甲收起来，它会逐渐减少，袂阁像进安尼规个雾沙沙，碰碰烟，碰碰清，规条沟啊，水利局清袂哩，永远拢是烂泥。啊、哦，其实稽查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巡逻。你有人在行巡逻吗？你这个人就干呐，逐天应付1999的电话，哦，等下伫桃园，等下伫家庭，你看，恁有法度通安尼做吗？哦，我拄仔佫讲到能力的问题，因家私头啊嘛无够，迄家遐人围墙啊围的，你要安那？人放狗甲你咬嘞！都无人啊！狗仔甲你咬，关我屁事啊、哦！所以，伫遮，我一直咧讲，啊、哦，是安那警察因的一个重点的任务叫做巡逻，那是预防，啊、哦！但咱的许可文件内面，其实咱会当做预防的动作。五年一个许可，啊、哦，这五年
恁去过几遍？拢坐办公室来啊！哦，客查科伫外口扩张，哦，你这主办科室，大家坐伫办公室，你所有纳管的厂商，恁有甲查过无？第一，伊的原料有照你报安尼无？像我昨昏咧讲废油的问题，你要一千，你要油是安那？你的废油敢若报三百粒？七百粒伫底，无就是伫现场。现场有七百粒无，敢若两百粒，五百粒就是偷白啦。哦，这什么人要做？恁的主办科室，你的会管科，哦，你的土水科，他们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但是这个功能都没有发挥。包黄议员，我们针对这个工厂的查核，我们分两个阶段，在十二月到一月的部分，我们分第一阶段，包括我们废管科、土水科，还有我们稽查科，还有空照科一起进入去工厂查核，包括湖内四家冈山，还有冈山还有湖内还有鹿竹几个点，一共十家，包括是塑胶业、饲料、饲品制造业，还有油脂制造业这些。时间无足济啦，我讲的啦。五年接了许可啦，五年要展延嘛。对，那个许可的、哦。这中间你们每年每一个类管单位有没有实际去做查核？过来，您有深度查核，有功能检测，哦。对。我跟你讲一个笑话啊，我去看您深度查核啊、哦，是咧查核看的啦。上基本的啦，你的原水电导度2万。化学混凝料电导度存满百，咸啊放流水存200。黄爷，这个是不是以后让我们可以来进一步的改善？我跟你讲，深度查核、功能检测，对，哦，恁若做袂到，我当协助恁嘛。是。哦，我义务的啦。哦。好。讲实在，你源头没有管制好。污染的不断啊，是。你把源头管制好，你所有的废青书、水污染防治措施，拢总严格去审查。我唔是叫恁拖哦，我唔是叫恁严格审查，就是讲一个案就讲拖一年两年哦。我们会尽量来辅导他们。哦、你对我们的环保局的人员的专业，我讲实在啦，恁小组我曾经伫遮。安那问安那倒啦，所有的科学拢伫遮啦，恁环保局所有的科学拢伫遮，含局长也答袂出来啦。我无要求局长爱熬，但是局长一定爱要管理。哦，啊，所以这个部分，我建议，相对稽查的部分，足侪管区拢已经成立环保特征队。哦，局长你请坐，这需要市长的支持。哦，我请问市长哈。因为即摆环保局的稽查人员，人拢有空拍机呢，哈、哦，人拢有扫雷呢，有台暗讲无，拢随扫落随载呢。但咱高雄市搁咧用迄个传统的方式，伫遐等半暝啊，伫遐等到迄个网啊，顶到叫唔敢，好排出来啊，赶紧来抢伊。哎呦，高雄市呢，一流的城市呢。哦，咱屏东已经在做了呢。我请问市长，咱来成立环保特征队好唔好？哦，这唔免偌济钱啦，但是加强咱的能力、稽查能力啦。哦，咱局长请回答一下，好不好？局长还是市长？市长。市长请答复。议长，谢谢黄议员指教。我做市长以后，哈。咱本来只环保，你著知影吼，即有足侪只环保一挂事件，所以咱甲桥仔头地检署，啊甲高雄地检署，即卖咧打击环保犯罪的平台，咱已经建立啊，吼，所以。但是我唔知啊，我一个群组500个人，专门替环保局做目睭啊，结果通报，吼、哦，十件看有两件我当处理。所以，迄个黄议员报告吼，即、哦這个即卖即个速度啦吼，包括双方的合作、资讯的交流、哈、情资的交换、哈、还有收证，这个大概我们有一个整合平台，然后在
第二就是讲，这个人力的部分，较多啊，局长有报告四个嘛，吼，先报起来啦，吼，确实有必要啦。你的建议吼，就是因为北区吼，为桥仔头一直到家庭啊，吼，尤其这个松山家、松山家，这个原来和俺一个月时间，我来甲阮的人力做一个盘点，你医生相关的支持。我的想法，你这个环保特征队一定要成立。要给他们一个优良的设备。我呢，名不一定叫做特征队啦，吼，来有这个专责单位来负责啊、来处理相关的这个环保的这个。这个特征队是机动的调查啦，可疑的对象，哈、比如讲因市民一客渣，哈、虽然我无甲你采到你放流水是违规的，我无抓到你的废弃物有去偷倒，但是。针对这可疑、严重可疑的对象，咱列入我们侦查的重点。对，所以我的环境、这长期性到里头，有可能埋伏一礼拜，有可能埋伏一个月，但是除非伊停产，啊，若无伊照伊过去的做法，伊一定要出事。是，所以家己完报告，咱进环保局一个环境稽查科啦，吼、哦，啊，我来扩编这个人力吼、哦，大概伊的功能就是类似特征队的功能啦，好不好？好，我希望讲会到做会到，吼、哦！我希望咱这两年来会当有绩效出来，吼、哦！过来，我要讲咱本州分化路收费不合理的问题，吼、哦！咱即卖目前，咱四粒分化路，一粒是收公有的中区，过来三粒是对外营运的，吼、哦！三粒路的收费拢无同，吼、哦！啊，去年发生一件代志，就是咱市政府的掩埋场，竟然无予本州焚化炉的火灰固化物入，吼、哦，啊，所以台糖走去嘉南一间掩埋场，处理费一栋加万几块，啊，这的物件当初有要做这个决策的时，我。有甲迄个时个局长讲，我讲路德掩埋场，你无爱予本州焚化炉入，你爱考虑效果，吼、哦。迄个时个局长甲我讲，你甲迄惊个尔，袂安尼做，结果真正安尼做，吼、哦，真正安尼做，演变安怎？伊个处理费起30%，处理费起30%。清都业者照你讲，伊的成本是隆隆重重，入去焚化炉，吼、哦，会处理费，只是它成本的一环，啊、哦，有可能占40%，有可能占50%，但是清都业者，过来甲反映予阮北高雄的乡亲呢，全部都是拢30%，总价的30%以上哦，唔是以下，哦。结果，整个北高雄，包括这大楼啦、社区啦，大家都跳起来，包括这工厂，拢跳起来，来找我点情。哦，我请环保局台糖来讲，华嘉湾嘛，哦，甲咱张局长上任啊，赶紧去开放罗德掩埋场，和本州焚化炉入去。但是呢？一起起1000，入去了后降价降45%，550块没收。过来清都业者，嘛无甲阮的消费者降呢，吼、哦，这是何道理？阮北高雄的人拢较有钱吗？吼、哦，真正阮北高雄的人爱受这种偏偏高雄市民，阮北高雄的人。真正着爱受这种的委屈吗？阮北高雄的市民的收入是比南高雄较少足济呢，阮遐拢全做实的呢，吼、哦，包括果菜市场，因的废弃物，吼、哦，嘛是拢爱遮清路业者来收呢，起大价，起2-3倍，吼、哦，来，这段时间较紧，吼、哦，回不来。那请问，咱哥，我当初讲，这条那台糖敲袂落来，吼、哦，伊这予永盛予
这是万栋，哦，迄，那个差价是毋是咱高雄市政府爱来吸收？哦，是咱错误的决策。当然，咱高雄市政府爱负责，啊嘛无，你就是爱要求台糖爱降落来嘛。哦，台糖你家己本身经营嘛有错误啊，为什么你当初无爱找这民意代表来含高雄市政府协调？你著掂掂啊，去承受，因为你想讲这婚姻反映落地民众，含伊台糖嘛无关系。哦，结果受害拢阮北高雄的乡亲，哦，来，我请问市长哦，针对这个问题，咱高雄市政府是毋是爱有什么款的作为？你应该会当予环保局长回答无要紧，哦，咱高雄迄个市长者，是毋是会当有一个方法出来？市长，请答复。议长，迄个多谢黄议员迄个指教啦，吼，几项代志我先讲予清楚啦，吼。第一，前年进前吼，差不多拢130,000栋左右啦。嗯。五年吼，145,000栋啦。嗯。加出来吼，有足济是外管局的本事。我知啊。所以我就任了，我要求啦吼，第一，先优先收高雄的本事，袂再收外管局的本事。嗯。第二，145爱甲降落来130,000栋，以来吼，先甲这个本事内容减少。嗯。啊，第三，即、這个咱相关即几个分化路，因为时间拢到啊，吼，拢差不多花20年的时间做一改作为检讨啦，吼，啊，袂使让即个粪水量阁继续阁增加去啦，吼，啊，所以轻度业者，你若一直无限量，一直在外管区的粪水你卖高用，安尼我无同意啦，吼，所以咱先把即个量先啊减少，针对啊计少的部分，吼，计少的部分。咱来做一个检讨啦，吼、哦，袂使讲，因为咱真个规定就是讲，你若来高雄的粪扫伫高雄烧，就照咱高雄的收费的标准来烧嘛，吼、哦。外管区的，咱会甲其他的管区佫做比较嘛，吼、哦。咱收偌济，因迄几间收偌济，即、這个部分我会要求咱的张局长，还是迄个局长，我先甲你打断一下，因为即个观念我无认同啦，吼、哦。我讲我的观念互你听啦，你是中央落来。哦，台湾的粪扫是整体台湾的问题，台湾的分化路就是这尔，除非超过我们的处理能量。哦，高雄市的粪扫当然优先了，咱有多余的能力，咱收外管区的粪扫，我并无反对。哦，但是收费也合理。袂用的将这个成本拢予咱高雄市民来分摊，未来台湾面临足大个问题，这粪扫的气化，大家等尽量，已经拢在做啊。黄议员，我意见甲你同款啦。哦，咱高雄市的计数甲外管市人要收的计数当然也无同啊。是啊，这成本是咱遮，所以我意见甲你同款。因为污染伫咱高雄市，哦，咱的路啊，哦，你若有200,000栋。诶，迄个处理能力，咱收到90%、80%，我相信也阁还好。主要你因为超速，所以甲路温降低，伊收伊咧烧，为着赶速度，吼、哦，造成咱的地渣变足侪，啊，地渣要安怎去化，这阁一个问题。所以咱这大操作的业者，我为甚物甲环保局建议，讲三个路啊，拢爱收倒来咱高雄市家己营运？因为因为着成本，路温降低，我着讲，有当时安尼一沓纸，入去，一沓纸入去，一沓报纸入去，顶悬写位，边仔写位，中阁好个出来伫地渣，叉箍，哦，规支个叉入去，外口烧烧个，内面烧到20%，剩个拢阁出来，即着是路温无够，而且你滞留时间嘛无够。哦，这操作也是一个一大的问题。哦，啊，因为你路温无够，产生的污染物阁愈侪。哦，所以这个整个是一个恶性循环，袂用个因为超收垃圾，哦，来遮，所以这整体一个要整体的考量。再来就是讲，正面里面的问题，阮北高雄的粪扫特别遮尔啊贵，这个问题要安怎解决？这才是我今天的重点哦。
市长，我重点是讲，即卖北高雄的粪扫特别较贵，偏偏高雄市民，偏偏咱伫咱高雄市的焚化炉，是安怎阮遐的炉啊特别收费特别较贵，入场特别较贵，所以贵的，我搁甲你讲，即内面搁有足侪弊端的啦。哦，我时间无够，我无爱踮遮讲。即卖就是讲，咱即个问题要怎解决？收费不合理的问题要怎解决？咱市长遮是毋是应该有一个方案出来？咱市长回答一下，局长回答来。张局长，请答复。谢议长，谢黄议员哈。那针对那个垃圾处理这个部分呢，我们也有发文到冈山焚化炉哈，请他们针对就是说他们在7月27进入我们陆竹掩埋场以后，针对调涨的部分，应该要回归到回馈到我们本市的清除业者身上。那对于外县市进来的垃圾，我们必须要依照他们的规定去做某部分的调涨，他们的成本考量来做调涨。啊，咱发文了，几发文嘞？伊到后咧甲你信？我们还会再跟他们协商。咱对这个操作业者，敢若没有什么约束力啦，吼、哦。尤其当初20年前咧签合约的时，吼、哦，迄个时可能拢较清楚，吼、哦。所以你合约，吼、哦，一份合约签落了几十年，这太过冒险，时空背景都不一样，吼、哦。啊，所以讲。我希望咱高雄市政府尽咱的能力，吼、哦，尽咱的能力去赶紧解决这个问题，莫让阮北高雄的人，逐工伫遐咧找这个问题，安尼好唔好？好。哦，尽量修理好，收费合法化，安尼好唔好？好。哦。好来，你请坐吼。伫、哦、咱市长咧选举的时阵吼。哦啊，针对阮第二选区，吼、哦，诶，代志，吼，啊，希望会当足深入的了解，啊，所以呢，吼、哦，市长也捌咧甲我问，吼、哦，啊，恁对一区有甚物款的需求，对一区有甚物款的需求，吼、哦，啊，今仔日因为是第一遍的总集询，吼、哦，所以我每一区的需求，我提出来，吼、哦，互市长了解一下，吼、哦。嘛有可能我较唔捌啦，吼、哦！但是就我所知影，吼、哦，我来就教啦，吼、哦，也来提醒市长一下，啊、哦，来，咱这家庭区，啊、哦，这个都市计划，这拢民国，啊、哦，60几年核定的，啊、哦，制定的迄个都市计划，当然啦、啊，有经过几遍的修正，哈、哦。咱即摆看到这张图，正手边遐拢新的社区，吼、哦，因为较早是无迄个建筑物嘞，吼、哦，啊，即摆厝一直起，吼、哦，拢照咱的都市计划，吼、哦，照咱的使用分区来做。但是咱甲看倒手边西平面这边，吼、哦，遮拢旧部落，遮我已经集算几啊遍，包括遮，吼、哦，拢总是一挂。几啊十年、50年以上的建筑一堆，嘛有迄已经无厝顶个啊，啊，啊，敢若剩壁，但是伊就是不爱拆。为什么不爱拆？因为拆起来，伊就无承租权啦，吼、哦。我安尼讲啦，吼、哦，倒手边即地几乎拢是国有地甲私有地，当然当初毋是私有地，当初是乡公所的地，县市合并了。就收归咱高雄市政府。那过去这个都市计划到今有咧做无？我无看到。吼、哦，新公处伫顶伫迄个我顶边集询的时，吼、哦，有答应讲茄萣国小南侧迄条12米路，吼、哦，怎啊要做啊？我看到这是西平面这边有伊做。哦，有执行都市计划的一个项目吼。那我想啦吼，伫遮一个重点，因为遮个地啊，拢总是市政府甲中央的。遮个地若无还地于民，
哦，这地若要反地移民，咱讲实在，无法当都市计划永远无法当一面，你嘛无法当去重划啦，哦，啊，真个巷啊，拢差不多一个人会过，只两个人行路会过，拄啊机车会过尔，即要救灾也拢无法度啦。那火烧我讲的已经一村几啊遍啊啦，那火烧拢等死啊，吼、哦！啊，咱政府袂用个搁倒咧等啊啦，要有积极的作为啦，吼、哦！啊，即重点的问题，就是协调中央，尽量即国有地来卖予咱遮的民众，咱的持有地嘛来卖予遮的民众，吼、哦！上可恨的就是安怎？县市合并了后，原地乡公所和这些居民签的合约，甲咱高雄市政府完全拢无按人续约，总啊拢按征收土地补偿金，建交土地补偿金，这有一个坏点子，就是我随时要甲你拆，因为你无作用嘛，我随时会当甲你拆，吼、哦，这种无应该政府应该有的态度。该属于百姓的，给予百姓。咱唔通讲咱的持有地袂使卖啦，上公袂使卖。我们还地移民，制造我们乡亲的财富。过来，咱即卖咱的负债遐尼那济，你这永远无可能收回来的地，你甲互因买卖，将咱的负债悬挂，咱也减利息负担。是安那？什么人讲土地袂使卖？吼、哦！你一挂放屎地，一挂欺凌地，迄你无出云云的，迄神主资产，咱会当减少我钱嘛？哦，这个部分哦，我想啦，哦，咱这个市长者吼、哦，这个我希望你会当赶紧来推动，哦，请中央甲咱高雄市政府赶紧将这个地，或者百姓来买断。你要应该乐意去规个去遐落重划啊，去做。咱市长回答一下好无？市长，请答复。议长，谢谢黄议员指教哈，这是迄个专案的通盘检讨，是针对公共设施保留地的哈。啊，咱市府即摆案已经送去来进步，加点地区啦哈，整个一部分还袂做，是咱旧的这个市啦。不止，你个有足济是，我先讲个了啦吼、哦。这是针对即公共设施保留地的部分，像你学校啦、道路啊，你共划了，无共征收嘛吼、哦。啊，这部分检讨，大概内政部已经开过两个专案小组会议吼、哦，啊，即摆要上大会吼、哦。啊，若划了，咱家庭地区有几个点啦吼，无、哦、一定甲你进币的迄个知识的，这是共所在啦吼、哦。啊，第二就是讲，我也交代讲咱的都发局吼。哦就家庭地区的未来的发展，要做一个检讨啦吼，都唔是讲针对公共设施保留地啊啦。嗯。啊，为什么？因为迄个黄议员知影嘛，咱进这轮迄个二米，就是为到乌来这地，咱来提早做嘛吼。你赶紧来看，当一百十一年遐，买当共一个时间来动工。好，赶紧。啊，高铁外环道，吼、欸，啊加这个。我时间无济啊。好 ，OK。啊，这个，所以这个我来检讨啦。你先请坐，你先请坐，啊。来，我要请问咱财政局吼，咱讲咱的迄个地吼，尽量卖卖啦吼。但是你想这啦，吼，人一间厝头尾拢你的，而且佫共建三角链，人甲你申请要甲你买，吼，咱竟然伫庄卡所在哦，吼，迄放屎地哦，市林地哦。一平，吼、哦，竟然是八万几块，你这等于咧刁难百姓啊！那啊人若甲你买袂起咧，唔着白申请的，吼、哦，有啦，你路边迄条啊有啦，但是你后壁迄咧，吼、哦，啊你开这个价数，都比市价贵一倍，什么人要甲你买啊？咱请局长回答一下好无？吼、哦，我们请财政局长回答一下好不好？陈局长，请答复。哎，多谢议长，多谢黄议员，多谢黄议员关心这个土地的这个让售案的吼。我相信应该是安尼，这个地吼，这个让售这个地是安尼，估价师估计出来一下卖是伫2.2万到2.6万左右。阮
财审会决议的是2.42万。我即马甲议员报讲，既然有理想，哎呦，你迄50坪头前迄30坪安尼有理，后壁迄20坪安尼无理啦。我了解。即马议员你安尼讲，你们不要不食人间烟火啦。议员你安尼讲，民众好。都检讨一个好无啦？议员啦，有这个。哦，我时间有限啦。都检讨一个好无啦？愿意都检讨无啦？阮会请民众来看有邻居的这个地区的成交价格，楼卡价。你问头前迄2坪啦，你爱问后壁迄30坪啦。你后壁30坪贵要到你买？我今我甲协助这个民众，甲来了解邻居的价格。你要还地于民，计啥合理啦？哦，我无叫恁贱卖，但是要合理啦。你茫像关门吹，一个缴款单给你。偌济你就是爱照偌济甲买，世间无迄回事啦。吼、哦，安尼政府就咧欺负百姓啊啦。吼、哦，讲实在，迄50年的老厝伫啊啦，伊无甲你买，你若要求要财务还抵，伊也是在跳后你啦。啊，恁厝顶人啊嘛。我甲了解一下，甲、哦、来透过财审会甲来处理啦。好、哦，卖、哦、了解看合理啊介绍，好不好？卖傲啦，政府卖傲百姓啦，400几万对咱公司政府一屁屁啊啦，对迄间厝的厝主，我甲你讲啦。有当时啊，两四人存无去400几万啦，哦，替百姓想一个啦，好无？我来了解下你的介绍，好不好？好，谢谢。来，拄啊讲到家庭啊吼，咱家庭啊，咱讲实在，哦，家庭啊，韩国语的是有臭屁，臭屁讲要甲家庭啊开发做台湾的夏威夷、夏威夷啦，哦。我看有迄个条件，但是拢无做。等局制啊的时阵，将滨海公园做好啊，啊、哦，湿地公园啊、哦，现在维护的还不错啊、哦。观光于市，讲实在，若要甲全世界观光于市比吼，家庭这个观光于市吼，真正比传统市场还较不如了。哦，过来情人码头，哦，咱讲实在。这四个所在是家庭一个足大的资源，咱高雄市政府一直拢无要甲用心甲做连接。当初国庆烟火伫遮放，几十万人可以进来，没问题，交通也没有问题。安尼来看，荒废到今，海洋局接恁维护的吼。迄天北基诶，迄个嘉湖啊，伫遮办这个活动。我坐伫遐，真啊坐袂住。头前个舞台，哦，我坐遮是算贵宾席。我行嘴无小心，就是跌倒啊啦。哦，这一窟一窟，哦，这一窟一窟，这拢啥物话？原地种树啊，树啊死，树啊乌起来。遐同啊青菜甲薄薄个，遮拢囡仔咧走个，人办活动一堆人咧行。海洋局长，咱我甲你请教一下，哦。干那一个情人码头，这个公园的维护吼，爱偌久才做会好？我当年都咧骂遮，吼、哦，去年迄扶手拢烂，吼、哦，手拢会擦掉，地板拢会跌倒，吼、哦，迄已经有改善啦。啊，遮是安怎去办法呢？请局长回答一下好无？黄局长，请答复。谢谢议长，谢谢黄议员哦。那有关这个部分就是。那个铺面地砖，你甲讲当时做好就好啦，我剩一分外钟尔啦。你很报告我们5天内把它处理掉，那因为这个十几年，我刚一来，但是迄个地砖我那个水，我刚来，我得跟我进、哦。好啦，你这地砖已经十几刀了。好，我来摆看。是。哦，做无好，我现过去上来给你，啊，你随家落台，安尼好唔好？哦，好，你请坐，过来，哦。我请问咱永康厝吼，咱这个这条正顺东路、正顺北路啊、哦，这拢总是咱家庭啊，即摆已经取代台十七线啦吼、哦，大家拢走去抓。当初因为三中心伫遐咧兴建，所以伊跑步的时间啊，跑步一站啊，这已经落岸足久啊。三中心即摆起好啊，围墙也拆起啦吼、哦，啊，即摆的路况。非常的差啦，啊！这变咱高雄市的门面啦，吼、哦！这条四线道40米路，吼、哦！咱阳光处处长今天在吗？在是局长回答一下，好，处长在。林处长，请答复。
谢谢主席，谢谢黄议员哦，因为阮即阵铺一边去嘛。我知啦，我知啦。啊，我问看你即摆在当时要铺啊？叫阮明年啦，吼。明年当时啦。阮大概是在年初的时候会。哦，第一季啦啊、哦。哎。好，过来，你请坐。啊、哦，来讲阮路德啊，省道的拓宽。啊、哦，我要甲市长报告，当你咧做副院长的时阵，啊、哦，我一直咧推动省道拓宽哈。啊，咱安那娘步化，你知影无？这两年来，开唯一开一遍的说明会，总共说明会要开十几遍，两年才开一遍。市长，请答复。议长，谢谢黄议员指教哈，这个是历史的问题啦哈。未来这是要做捷运啦哈，啊，所以捷运通过这，势必这咱整个道路要甲整理好势。这点我会加速来甲咱这居民哈来做沟通啦哈。对，我知哈。是啦，是，是啦，好，啊，这有哪哈？这迄、那个明太兄服务处设立路德啦，吼，这点有哪拜托明太兄斗打工啦，做下来路德啦，做下来路德，嘿。好，我们一起来努力啦，好，这个我们会努力来做，哎，好，加快脚步，好。好，一起来努力，也要拜托明太兄帮忙了。你可以书面咨询啊，书面回答。好，谢谢明太议员的咨询。